中国人常常听说一句阿弥陀佛，但你认识阿弥陀佛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阿弥陀佛。佛教认为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佛，比如我们熟悉的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，东方还有药师佛。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尊佛，他又被十方佛称为佛中之王。阿弥陀佛也叫无量光佛、无量寿佛。那么这尊佛厉害在哪里呢？愿力最广大，智慧最高明，救度众生最给力，方法最巧妙。你要问阿弥陀佛爱你有多深，那就看他为你做了什么吧。他为你建造了一个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万物散发着美妙的光明，大地、宝树、宫殿、楼阁有各种宝贝合成，七宝莲池、八功德水滋养身心，想要的衣服只要想一下就穿到了身上，合身、舒适、华丽、优雅，想吃的东西也只要想一下就送到了嘴边，美味、精致、丰盛、营养。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老不病不死，没有任何污秽、焦虑和恐惧，所以那里没有厕所、医院和墓地，人人都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，各种神通让孙悟空羡慕不已。还有人人都能够快速成佛，这里跳出了六道轮回的恐怖死循环，只有乐没有苦。你以为这是超大型 VR 技术吗？不，的确有这么个地方。阿弥陀佛经过照载永劫的修行，才成就了这样的极乐世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到极乐世界去呢？阿弥陀佛说，只要你念我的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各位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可不是只给出家人的高级定制，而是你我他人人有份。登录密码南无阿弥陀佛，无论什么场合、什么状态、什么姿势、什么心情下，你都可以念。念佛可以静心安眠、辟邪转运、破灾免难、家宅平安、增福增慧、菩萨护佑。念佛最大的利益则是，当你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带着众多菩萨接你去极乐世界了。念佛往生的原理极其深奥微妙，你要是暂时理解不了呢也没关系，会念就行了。就像智能手机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，你不理解但会用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方法简单易行，念佛往生净土千百年来被称为易行道，念佛法门则被称为他力法门，也就是靠佛力。那么阿弥陀佛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举个例子吧，其他佛也很爱你，不过跟你之间更像师生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而阿弥陀佛跟你更像是父子，千百亿年来积累的功德资产全都给你，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字名号堪称史上最神妙、最有爱、脑洞最大的创意。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包含了打坐、拜忏、诵经、持咒等等84000法门，所有修行的功德。早在2500年前，史上最伟大的觉悟者释迦牟尼佛就在三部经中向我们推荐他了，念佛跳出轮回往生极乐。历代佛门大师们正是看到有这样的大好事，所以世世代代极力宣说，才有这句佛号从古代传到今天。有这样的好事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念佛呀，亲，记得念佛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